我们等一下呢，要来做这个单摆的实验哈。那单摆是一个这样的装置，其实就是一个绳子绑了一个重锤啦，好，就这样就好了哈。那这个绳子呢，不要有弹性哦，就是不要拿那个橡皮筋，橡皮筋就不太适当哈。就是拿像这种尼龙绳哈，或者是只要是软软的哈，不是它本身不是硬的东西，然后呢，这个没有什么弹性啊，大概就可以当做这个绳子哈。那下面就绑一个重锤，然后重锤的功能哈，它只要可以把这个绳子啊拉到紧，就是放手之后，它这个绳子是垂直是紧的，好，大概就 OK 了，就达到目标了，OK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来测什么呢？我们要来测单摆的这个长度，我们叫摆长，从这边开始算，算到这个重锤，其实应该算到重锤的中间的哈。不过如果不好量的话，就算到这个绳子的长度，就差一点点，不过应该还好哈。好，所以这个长度叫做摆长。啊，摆的长度这样子哈，那我们要测什么？摆长跟周期的关系。那这下一个问题，那什么叫周期？好，周期就这样，它会来回摆动嘛？OK，它会来回摆动哈。然后呢，来回摆动这样，过去好，假设我拉到这边好，过去啊回来这样一次的时间叫做周期，好，叫做周期。那来回一次的时间有时候太短了，不太好量，所以我们用一个方式，就是让它摆多次一点啊。例如说我摆10次，一二三。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好，啊，摆10次之后呢，就你们用那个手机啊，上面有码表去测摆10次的时间，那你自己除以十，是不是就是摆动一次的时间？那就是周期。OK 啊，就周期哈。所以呢，大家请把自己的这个摆长量出来，然后周期量出来，好，填写在那个试算表里面。OK，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，有没有可以看到一些规律性哈，那有一个要提醒的就是，这个摆角哈，就不要太大，就是这个是叫做小摆角，这个叫做大摆角，摆角不要太大，那摆角会有一点点影响哈，那所以就是摆角如果太大的话，会稍微有点误差，但这个不是我关注的重点，因为那个误差不算太大，我关注的是因为摆角大的话，比较容易这个人摆到一半哈，就是会撞到。那就容易实验失败啊，所以就是摆角不要太大。好，那这个这个摆哈，我现在是有个绑在一个地方，如果你们没有地方可以绑的话，拿一个胶带把这个摆哈粘在那个桌子的旁边，也是可以操作的哈。好，那就去做实验，好，收集数据，然后把它填写在试算表里面，OK。